掌声鼓励先给草草，有勇气取这个名字真的是不容易，不简单，不平凡，要对自己够有自信，对不对？好啦，这样啦，草草你在台上唱啊，旁那个旁旁你在台下用麦克风唱好不好？按你对嘴啊，这样 OK 好，没有顿时轻松了许多。对，没错。那接下来呢 ，Kitty 老师要带来这首歌，就是刚刚 MV 里面的那首歌。我想很难得这么幸运，有这个缘分，这么多好朋友，这么多的同事，这么多的贵宾，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今天新的一年2016的忘年晚会。那把这首歌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能够小确幸、小幸运。掌声鼓励给 Peggy、胖胖、臭跑。
真的。看一下前面好不好，摄影师的镜头。草草，你目前有没有男朋友？我结婚了。啊，阿金的弟，金的弟。